你们玄元山的功法也不怎么样吗？你这玄元山的禁崖是会吃人的，不过就是几根树藤而已，你真以为我出不去啊？哦。 你试试。这里的飞行走兽特别多，等一下他们就会来吃你这道大餐了。行，算我输了。不知道姑娘你怎样才能救我上来？早这样乖点多好。你呢？现在把那花给我。 我就救你出去。我凭什么信你啊？凭什么信我？你现在有跟我谈条件的筹码吗？行，反正横竖都是死，不如我现在就把这百只狼给吃了。哎，别！我救你便是。快呀！你接住啊！ 使劲儿啊！用力！我再用力啊！怎么掉下去了？我刚救了你。 你自己松手的，我做了什么吗？我什么也没做啊。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嗯。你可以把花留下吗？丫头，眼下你没有跟我谈判的筹码吗？这花卖不了多少钱的，我是用它来救命的。你先自求多福吧。走了。 王八蛋，你回来！